品酒啊，was released to the world, and it was very different to any other Sauvignon. There was a lot of water in the ground nearby. 他说，这个 valley 里面地下没有水，但是这个区域里面水很多，所以离这5公里外呢，他们又抽这个地下水运进来，这对他们讲也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如果太湿的话，对葡萄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干葡萄的果实才甜，所以这样说。Alright, so the next wine that you're going to taste today is our B, our Sauvignon Blanc B. And all the grapes for this wine come from the Brancourt estate where you are now. Very crispy, very zesty Sauvignon Blanc. Okay, 来喝喝看啊，这个是他们这里现产的这个。还没喝完呢，没关系，一口干掉了。来，切尔斯，来，大家来干杯。明年先来干掉，要干啊！生日快乐啊！嗯，大家你们喝来。有一块，有一块。没有品味，好像喝酒。喝不完就倒到里面。如果你喝不完就倒到桶子里面。前对枪也倒来中间。对。哎，这我不能一直喝。没关系，喝醉也喝。不敢喝，开车没关系。对呀，不敢喝，喝醉就上车。怎么上车？醉了上游览车啊，继续玩。下去，不会，就继续玩。Okay, okay, now just a little bit. Yeah. 对，我现在不太能喝。This is a Chardonnay wine. Okay, Chardonnay, it's an organic wine. So it takes us 3 years to get our certificate to say we grow organic wine. And everything about the way the wine grows is natural.这个是对 organic wine Chardonnay， 这是在白酒里面高档的啊，高档的 Chardonnay， 全部都是纯天然的。你给他们用白酒，没有任何加工的东西。都可以，都可以。我们要这样。对，不要一直浪费。对 ，OK。Okay. 太多了 ，too much。这个比我们啤酒还淡呢。跟可多还差不多。哎，啤酒这个，哎，太多了吧？啊，你的没有。哎。哦 ，Mr. 这个，这个太好了。试试看，你就可以把这个酒跟你的老公一起喝。晚上点一根蜡烛，插2根玫瑰花。对啊。他讲一句德语，一起立波德语。啊。你刚才用英文喊，然后后来睡觉的时候喊老公加油。老公要讲句话语。我的乌龟学尔维克曼斯什么？哎，都快没了，我可以一点点。Thank you。太多，还有两罐。继续吧，继续吧，继续吧，续杯吧，续杯吧。等下全部醉倒在这里，风一样味道。谢谢。红酒是提升的嘛？啊，我要吸收蛋，买两个。对了，这个了。天的，然后也是天的。这个。然后也是天的。
天然天然不会那么甜。我们喝不完的啦。可以啊。天然的不会那么甜。这边喝完了，跟他说我们要带回去啊，打包打包打包。要赶快，进来，左手边的东西。我没有问哪里啊，绿的都可以啊。绿色的都可以。他只要瓶子打开就好了。然后你喝完就跟他唱说：“我追你了，因为我寂寞。”我天哪！啊，七个啊！哎，七瓶吗？哦，还有没有？七瓶没有，还有七瓶，就是肉，肉。小弟啊，真的。七瓶，还打不如喝的日本的。